其实剧本都没问题啊，就是那很多意外啊，很多地方要看脸啊。第十集哦，这队应该不能换，想不到可以换的。光珠、庸子、靠腰啊，怎么一直跳啊？太扯了吧！翻一回合刚好，来变身，再变身，然后带走哦。哦，好，这样刚好、哦、魔师都跳，都变身了，也不会被重置了。然后再来翻身一回合，刚好来到这边。那这边的话，刚好开翻吸，吸伤害，再加魔师的一技。然后把拼图拼进去，拼图拼进去。啊、等一下啊，我的攻击猪怎么不见了？虽然说这样子，但是有天降攻击猪加上班的伤害非常的高，刚刚吸的伤害，所以这边还是打了121亿。那这边的话呢，关庸子加龙科，庸子加龙科。干，没有转好啊！啊，没有转好没关系哦，我们至少呢，这一回合呢，攻击珠要够，这边还可以再还有一回合的机会，这边还有一回合的机会，还有机会，木珠。好，没问题。接下来呢，第四关哈，这边的话，庸子打开，直接跟他说再见。好，然后再来呢，这一关哈，这一关的话，先开一只班。
其实应该要认真转的。好，再来认真转，因为要削干净一点，它天降才会多。它的那个要削干净一点，它天降的那个暗珠才会多。哦，就像这样子。OK， 五颗哦，才五颗，没问题。好，接下来王冠了。王冠的话呢，我们要关掉冰，我们要开冰花哈，解掉那个负面状态。先开冰花消除，解掉负面状态。然后这边的话，开摩斯，这只血多少？这一只的血是3亿7000万哈。这边开摩斯一张卡应该够，因为攻击珠够多。没毛病吧，各位？这样没毛病了哈。怎么那么痒啊？应该要开伊莲娜的，靠腰干。不过没事，我们现在已经有开一个技能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了。刚有那个摩斯就不会死。怎么样啊，各位？这个操作骚吗？骚不骚？我就问你骚不骚？三回合好像会死。这边要7C 耶，靠腰啊！这牌珠要多少？要8哦，好像有点硬。没有庸子。先看一下伤害怎么样哈，没有那个技能可以开，好，这一回合呢只能爆发全开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没有救了，已经没有救了。加龙科，还有那个岩池龙科，岩池龙科还有救。满增伤，81可以啊，超过7就可以了。哦，稳啊 ，OK 的。搬逆天通关，有点难打，这个剧本完全不能错。然后中毒那关吃板面，天降暗珠太少，没办法转心就GG。